So Long, My Son, the latest film by leading Chinese auteur Wang Xiaoshuai, sets to examine changing times in modern China. It's a family saga about parenthood, friendship, struggle, and forgiveness. Covering a large stretch of space and time, the story moves from the 1980s to the present, and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of China. Known for realism, Wang is no stranger to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This time, his work scooped two Berlin Film Festival awards, Silver Bear for Best Actress and Best Actor. On the occasion of So Long My Son's screening in Chinese cinemas, China Daily spoke with him about the film's production, his life, and his view on Chinese auteur film. 首先您能向就是还没有去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故事其实挺简单的，我是从80年代初开始讲起，那个时候的两到三家很好的朋友都是工人，那么随着这个80年代到现在整个几十年中国的社会的变迁和变化，那么这几家人家也就走向不同的这种人生的这个轨迹。那么其中有一家就是独生子女嘛，只有一个孩子，一开始都好好的，对未来呀，对生活都充满了这种憧憬。那么其中有一家的孩子突然出意外不在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两家人家就势必就分道扬镳了。其实就顺着这两家人的足迹，让观众看到我们这几十年的变化，看到这些。我们刚刚经历的，还没有走远的现实和社会，我特别喜欢这部影片的中英文的名字，尤其是最后那一幕，就是当那个影片结束，然后 "So long, my son" 那句话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好像给这部片子增加了另外一种含义。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英文名？直接把中文地久天长翻译过去呢，就显得太没有意思了。最后的是因为我跟那个剪接师，泰国的剪接师力，我们在聊天，大家聊一聊就大聊出一个 "So long, my son"。其实也是因为剪接啊，或者看了很多遍，就是觉得，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用这么漫长一个一生去告别一个伤痛，这个是非常的具有中国情感。那么有了这个主意之后呢，我觉得很好，就。把这个片名的这个出法也改了，就一般的片名都是片头出来，大家顺着这个片名去看，我们就直接就上来之后，最后把片名再出来，等于说最后给这个影片、给这个时代，还有给他们真正的伤痛孩子做一份道别。又有告别的感觉，然后又有一种疗伤的感觉。是的，是的，一种道别，一种放下，还有就是对这种时间、对生命的这种悲悯情怀，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质朴的这个 "So long, my son" 就出来了，我觉得挺好的。在拍摄的过程中，让您最难以忘怀的事情是什么？始终最难的难题就是，你要面对很多消失了、已经不在了的这种痕迹，怎么把它恢复？怎么让观众幸福？这个是。最难的，因为这个中国的社会变化太快了，几天的东西就不见了，而这些东西如果一旦做不真，做不细，那观众就不相信，因为它不像拍唐朝、宋朝，你可以，大家都不清楚，这个80年代到现在，很多人都很多东西都历历在目，对，这个是最难办的啊，一场那个下班的戏需要1000个工人，那么这1000个工人。怎么组织就是一个问题。然后呢，1000工人的服装，还有我们要找这个1000个工人里面，至少要找个好几百辆的自行车。有些人称这部片子是一个历时30年的这样一个平民史诗。那您的作品其实一直关注的都是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包括之前最早的《冬春的日子》，然后还有《17岁的单车》，《青红》。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视角？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做电影的时候呢，也不是没想过，就是电影的那个豪华的一面，电影的娱乐的一面。这就是说，美国电影、好莱坞电影，其实我们也都学习那个历史嘛。但是呢，确实我们电影的起步，工业的起步要晚，
所以我们作为年轻人想要直接进入那种特别奢靡的这种电影，这种让人的着迷的这种电影工业环境是非常难的，没有的。所以我们呢，就是为了表达，为了拍电影，就是说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扛起摄影机啊，拍你身边的人和事啊，甚至拍你自己的所思所感啊。这个东西呢，是作为一个年轻导演能做到，力所能及能做到的。那么就这么去做，这是个开始。但是真正往下做呢，我是觉得这还是有意义的。就是电影的梦是可以造，但是电影的所面对的这个现实，它所能够记录的东西其实也是更有意义。我了解到《地久天长》还会登陆海外的院线，那就意味着国外的观众有能看到这部影片。您能简要介绍一下就是在海外发行的目前的一个计划吗？每个片子都不一样，像《地久天长》呢，就目前从柏林当时的情况呢，就是反响不错啊，反响不错。所以呢我们的发行公司呢也是一个做这种这类电影的全世界一个顶级的一个公司之一。所以呢他们就这个片子基本上都卖到了各个地方啊，以法国为首的啊，欧洲亚洲、日本、韩国啊等等，就差不多卖的是非常的广泛。但是每一个国家什么时候去发行，因为它是一个代理，然后由各个国家的发行商拿过去，所以它每个地方的计划又不一样。可能在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法国可能7月初就上院线。您预想国外的观众的反响会跟国内观众有什么相同或不同？柏林电影节呢，我们是观众呢相对是不普通一些，应该是啊，他们能够集中在那地方看，可能对评论家呀，或者是媒体啊什么，他们就相对不普通一些，看的也多。从这个角度来讲，反响都还不错，就是中国的这个看过的相对专业的人啊，现在反应不错。国外的话，我是觉得因为欧洲、欧美啊，或者有一些这个很大一部分人，他是对这样的片子是有他的这个知识储备的，而且观影的年龄层呢，也会偏大，那么呢，他们可能从年轻时候就看这样电影，一路走来，他有一个知识储备，不像我们这块，因为上了年纪都不进电影院了，他们可能愿意接受这种比较现实主义的东西，或者比较贴近他们生活的东西，但他们已经长期不进电影院，电影院都是特别年轻的人进去了，所以这种变化，我因为获得不了最准确的信息，但欧美我相信应该问题不大，就他们那个共情感会很强，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电影，它其实投射的就是都能贯通的一种有遭遇，什么样的遭遇。他这个引起的共情性，什么样的情感，然后生活的细节，他们可能看看，中国的这种变化和细节也会很感兴趣，但是不见得非得让观众去完完全全了解背后的整个历史事件的排铺是怎么样的，不见得，他就要接受那个情感就行了。其实老百姓接受的还是你给他的这种故事还有人情。您想对观众朋友说点什么？对不起，观众朋友，特别对不起。因为看电影本来是一个有的时候很随机，听说有个电影去了，有时间就去了，去了以后有了就看。经常我们的电影就是观众要看很累，因为它的不是说很多嘛，它需要早起啊，像我这个片子3个小时，如果到晚上10点多钟有一场的话，真是喜欢看的，他到那个时候去，他要看到凌晨1点多钟，很辛苦，所以挺对不起观众。但是，喜欢的都还是不怕辛苦吧，该看的看的，心里边挺感激的。